三宝殿讲讲稿按一下，好像有点可以储存了，那个启动了哈，启动阅读软体，你看有大声朗读呢，我按左边那个，你看这个 DOC， 要不开，要不开声音呢、啊？你开一点吗？应该不接吧？安尼哦，可能爱去二较大声嘞。大声朗读，哎呦，节目录音我多，你们要做一堆啊？是哦，我懂，啊接一个电话就大家播，这播足久，好像啊，啊，不会啊，所以讲哦，操作就未顺利，这个按左边这个喇叭。会念的，会念的，你看，我把它录音的录影的，这影音的、哦。你也不开心机啊？你也不开心镜头啊？影音哦。啊，不行啊。影音呢？整段都菩萨都是一样的，大家都知道观世音菩萨有三个纪念日，2月19是生日，6月19是得道纪念日，今天就是大家的得道纪念日，9月19是成道纪念日，大家以后好好修办，百年后归天就是我们的成道纪念日，我们今天能够很幸运的来求得自古不易亲传的真道哦。台湾可以让录成声音档，按大力一点，变那个有红点。录音声音录制器用，按播放开始录音。好、哦，这录音呢，文件都录成声音档呢。我十个版本哦，录起来一个多钟头。啊，录到哪里会缓慢？会，我在缓慢。啊，进度到哪里在调试？哦，比如说你要到哪一段要结束就按。按那个暂停，暂停也要。按这个键。好、哦，录了2分25秒。这就派去那个资料夹找嘛，这就派，无法度人直接给我们看。